但是呢，后来我觉得我也没这个权利，对不对？应该人家有自己的一个理想，应该好好的去做。那像我在他这个年纪呢，就去比了三分之一时间，我爸爸妈妈也没阻止我呀，所以我也不应该阻止人家。所以后来我爸爸妈妈呢就支持我，然后呢我就开始走入这一行，写了很多歌曲，包括应该是这么说的，好像是我写给别的歌手的歌比较红，比写给自己唱的比较好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我写给一个大陆天后，而且很多人拿来唱这个选秀比赛，因为它比较好挑战。可是呢，我自己唱这首歌呢，都是用比较内敛的方式为各位带来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的黑林隆雪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谢谢大学城时期的才子。